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今天有一位小姐姐叫我们帮她拿一个苹果的三件套。这个三件套呢，分别是苹果的触控笔 Apple Pencil 二代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苹果的14 Pro Max 256G 的黑色全新机。最后就是一个大家伙了，2022款的 iPad Pro 11寸的，然后这个是 WiFi 版的 128G， 也是全新机，跟那台手机一样都是黑色的。一般来说现在很少有小姐姐像这样买成套的黑色机器。现在来说 iPad 里面性能最强的就是这个2022款的 iPad Pro 了，因为它搭载的是现在 M2 的芯片，其他的 iPad 都是没有这个芯片的，20款还有21款都是 M1 的芯片。至于14 Pro Max 还有那个苹果笔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，大家都很了解了。然后给它配上这些壳膜啊什么的，然后等一下就给它发走。